娱乐圈里面的女星真的是太多了，每个女星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吸引着粉丝们。相信说起赵丽颖这个名字，大家也一定不会陌生吧。赵丽颖从出道的时候人气就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都是一些跑龙套的角色，之后逆袭为女主，想必赵丽颖的心路真的是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去打造出来的。这不在最近就有19岁时候的赵丽颖素颜照曝光，从照片中来看，赵丽颖脸上还有点婴儿背，脸上肉嘟嘟的，而且没有滤镜没有修图来看，虽然胖嘟嘟的，但是还挺耐看，相比较之下这个长相就很路人了，而且和现在的他相差很大。而随着赵丽颖的努力，也走上了成功的道路，如今更是成功逆袭，不仅当上了女主，而且不管在长相还是演技上面都备受网友的肯定，之后的赵丽颖也就发展得越来越好了，也给大家带来了十分多的经典作品。前几日更是和冯绍峰官宣了两人的结婚证，这瞬时间也让娱乐圈炸开了锅，就连微博服务器都瘫痪了。更有不少网友直言真女神，小编觉得赵丽颖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功，也无法想象在这条道路中的她经历了多少挫折，相信赵丽颖现在的成功和自己的付出脱不了关系。现在的赵丽颖也是备受网友们的喜爱，更是公布了婚讯，也是让粉丝们都纷纷送上祝福，也希望赵丽颖能够在以后的道路中可以做出更多的作品给喜欢她的网友们。网友们，你们觉得19岁的赵丽颖颜值怎么样呢？